Hello， 大家早安，我是李四。现在我人呢已经来到彰化成美文化园区，参加九联赛最后一场封关战，也是今年我们 game 的主赛事联赛啊，终于要画下一个完美的大结局了。那目前我在 N30 的排名是总排名第三，那距离第二名的选手有差距36分，那第一名的选手呢差距38分，都蛮庞大的。不过因为第二名选手严安呢受伤，所以他不会出席这一场。如果我能在前五名，基本上就能往前迈进，在总排名第二名。那总排名第一呢，真的就很难了，因为田中的实力大家有目共睹。不过我还是会尽力骑完这一场，尽力的享受它。都最后一场了嘛，对不对？骑完呢，领个奖金，吃个好料。距离 N30 开赛还有一个小时，我们待会见。期待吗？大结局。终于，哎，你目前是总排第几啊？总排六。哎呦，哈斯第五，小心哦。今天我们 N30舰队呢，穿上最新的连身衣。这种短距离高速的比赛啊，穿上连身衣，省个一瓦也爽。不过说实在，穿过连身衣有一点点小小回不去，真的是跟平常两件事有差，又比吊带车库那个舒适度体感又更好一些。硬要说唯一的缺点就是他口袋可能就会只能做两个，甚至真正的空力连身衣是没有口袋的哦，因为做口袋呢就会影响到后面侧腰的包覆，所以口袋厂商说只能两个，为了达到更好的包覆性必须有所牺牲。干嘛？离开赛还有30分钟，那这种短距离的绕圈赛啊，我预估大概25分钟就会结束了，因为才6圈啊，所以热身相对重要，时间越短热身就越重要，比赛大概就是这样，反而是长距离的比赛不用什么热身。冠宇有没有信心？很傻啊，想到好心脏这边全部来检验区啊，安安N30的，好，照惯例还是要吸一下这个，对干爹有交代，氨基酸啊。才冠。那今天这种 U 型绕圈啊，会一直急停，然后一直低速起步，所以今天我没有骑瑞克多，不然正常这种速度比赛，我比较喜欢骑瑞克多。但是由于这个场地的关系，我个人呢觉得希望要轻快一点，所以就选择这台。我连轮组都用爬坡轮了，希望我的选择是对的，一起迎来大结局。M30 准备出发 ，M30 准备出发，让我们一起倒数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来了来了，终于来到最后一站了，超级期待。由前导车指引到彰化星光大桥才会正式开战。N30竞赛组总共18位，我们 game 就占了5位，其次是地主队 YBT 有4位，绝对让大家吃饱喝足。OK， 这次放行每圈2.7公里，绕行6圈。刚刚那位帅哥真凶啊！这个赛道是 U 型的绕圈模式，每一圈会有2次急减速，再急加速，所以入弯出弯节奏抓好的话，就会不断制造 gap 出来。位置在越后面，要花更多力气追击。可以看到出弯后人人必抽啊！我的策略就是采取被动态度，在前面破风时不要过度用力。发现有队友就退下，保留体力观察重点选手。这位选手上一站在台中拿下冠军，
此站绝对拼冠军的，与我目标一致，一定要抓好他。队友被回收了，但也逼 YBT 要消耗体能做追击，等等再看谁要突围。我持续防守状态。这边我很明显在摆烂，让队友逃脱。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主集团想拼单战的选手出来追击，如果没有，那就让队友直接跑到终点获胜也是 OK。预料的一样 ，YB 车队哦，302号，302号是我们的战预料哈，哦，他这个第二，结束了，大结局，运气不错，拿到单战第二，辛苦了，学长，厉害，不错，往下叫，耗子睡哦。一起冲线啊，可以啊！哦，最后真的比想象中的长啊，抓下巴抓好久，那盖子我还没到。等颁奖，帐篷。访问一下这一场单飞侠，照片应该最多的新人王冠宇。今天单飞的感觉怎么样？想说帮队友争取一点时间啊，然后让对手可以来追一下，感觉战术有成功。这一战呢，最终在石灰一枚银牌，冠宇这个功不可没，最后有拉出一个诱饵，把大鱼给钓出来，这样就对了。阿亮那个太突然了，哦，那一拍完全吸不上去，他那个突然从左边，我靠那个风压，我靠直接干来不及。来，队友今年96结束了，开心平安完善，舒服了，恭喜。去年我们这个时候还在屁股痛。啊，球球今天的功能是，带队有吧？我有骑到车吧。而且我觉得96很好的地方是它的活动会设置很多装置艺术，就是很多看板、牌子、布条，会让这个活动更有仪式感、更有感觉，打造氛围啦。今天我呢是骑斯特拉，那因为我的轮胎已经换成无内胎系统，所以重量来到了7公斤左右。反正没有登山赛，所以重量我就觉得不是我首要考量，但是依然轻快，在7公斤上下。今天我的轮组呢是神秘的低于40宽高的轮组。今天的赛事的路线呢，会一直急停，所以我想要追求一种极致的加速感，再加上我的大盘，G3，还是节奏破坏者，超爽的，捡到100块嘞！今天银牌，真的，第二，加油，帅啊帅啊！那在全运会上周啊，我就已经把我的功率换成亚洲限量版，只有40组，大盘5236，重量又比原本的功率呢再轻90克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腿长165。给我了，你去那边。我拿饮料。去拍照。
车给我，然后你们出要拍照。对啊，你要车吗？啊？对啊，你帮我拍。漂亮。来，第二名是我们的李世峰，迪摩根车队的李世峰，也是我们知名的 YouTuber 啊，恭喜他们，掌声鼓励。好，先的，我靠。哎，昨天600，今天怎样？旁边那个昨天300，360嘛。我觉得40岁都怪怪的。我们大叔都没有掌声。太猛了。他们今天很辛苦。昨天热身热很久嘛，热12个小时。来排乳酸的。不要瞎掰好吗？哇，太凶了，太凶了！我操。哎。一开始我以为元哥开玩笑，嗯，真的来绕，真的来绕，真的来绕，然后还这样子，一定要绕一绕 Q 掉安呢，嗯，就莫名其妙就过去了。我们大前辈热身的方法比较特别，全运会参加过最多是代表桃园的男子，桃园不能输，啊，银牌啊，结案。这次九点赛的战绩啦，个人奖的部分 N40 第四名，我们德训哥刘教练 N30 第九名，隐藏佣兵桃园的好朋友，全运会的战友突围手，恭喜你们佑林哥。然后第十名呢，爱徒好不好，最强新人冠宇。第八名的红包被拿走了，林口球爷玉女小馆卤肉饭，记得要多去吃。那第二名呢，就是由各位团队的努力，运气也不错，拿到了总排名第二名，然后团队总排名第四，满满的红包。挑战还没有结束，在下两周我将前往中国深圳参加当地的绕圈赛，挑战自己的极限与自我。那下个月还有19期，所以2023的年底反而是比年终更忙的，因为希望提供更多热血的影片给各位观众。当每次你们按赞啊、留言，甚至超级感谢抖内的时候，我真的很感动，满满的感动。这些感动呢，我想化成影片，然后分享给各位，然后让更多喜欢骑车的人，进而变得喜欢训练，喜欢训练，进而喜欢竞赛。我是李志，我们下午影片见，拜。用券。抽到5000，三天要不要？没有。美食地图。换不是可以换饮料，买进来。干嘛啦？好吃吗？好吃。行啊。对，有镜头一定要说好吃。不补小补啊，小确幸。开心开心。所以明年呢，有96的活动嘛，大家一样持续支持。